来看看下一个片段是什么。我会在前面这里。哦，为什么？为什么会变成这样？你说啊！道明寺，我已经决定了，我不会再和你们道明家有任何关系。我也已经决定了，我不会再跟你在一起了。杉菜。 你是不是曾经喜欢过我？如果我喜欢你的话，现在不会就这样离开了。这段我有个小提议啊，因为新老两版都在这里，就由新老两版的这个。 主角来搭一段雨中的这个分手戏哈，还好是演分手，嗯，要不然我可不同意。不是刚哈啤酒吗？不是，马上就分手了。啤酒不是个俺哈的。好，二位准备好啊。你干嘛在这里啊？跟我回家。等一下。 我有话要跟你说，我不能和你在一起了。为什么会变成这样？啊？今天我就从你家离开。我说为什么会变成这样？说话。 道明寺，我已经决定了，我不会跟你在一起了。 太感人了！一看着他们，一下就回到过去了。那个戏我们基本上人全部都在，他们两个淋了大概4-5个小时吧，有没有？那个时候真的是很辛苦，真是啊，好快啊，现在十几年了。经典就是经典啊。